to get through。 这个小朋友，我们要搬家了，我们要搬家了， We are moving， 你们帮忙啊。我们今天终于把所有的 apartment 都清干净了，然后现在是晚上11点，超级无敌累的。然后这是最后一次跟这个黑色的羽毛合照。然后这个呢，就是一开始我一个人住的时候，然后我自己的客厅呢有贴了一张这个壁纸。后来我搬离我自己的 studio 之后呢，就把这个撕掉，然后搬去跟我老公住。然后我老公就为了想要让我有自己家的感觉，所以他就买了跟我原本一模一样的羽毛，然后让我贴在客厅的地方，就好像跟我原本自己在一个人住的时候的客厅是一样的。那时候我觉得就是小小的举动，但是我觉得非常的贴心，所以我后来呢其实一直都还舍不得把它撕掉。好，我们现在要赶快做最后的收尾，然后要休息了，太累了。 Heard that you finally found your demons buried deep inside your mind. Nothing you could hide now once you've seen them. What else could you hope to find in your mind? Let it go. 今天是我们要搬家的日子，然后我们刚刚才把所有刚刚装潢好的东西全部检查过一次，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开始搬进来的东西了。在我们搬进来之前呢，跟大家做一个非常快速简单的 room tour， 因为里面其实是空的，就什么都还没有。我们进了门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长的这个后卫走道，然后走进来之后呢，就会先看到我们的厨房，很大的一个厨房，然后是我很喜欢的配色。这个桌子呢是大理石纹，我超爱的。就这个 island， 它可以移动，所以你可以移到你想要的位置，然后你再把它固定下来。它说如果我们有朋友的话呢，可以把它移到中间去都可以。然后这地方呢有一个储藏的小衣柜，可以放一些杂物在这里。再来呢，这些就是我们的客厅。这地方呢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就是我的办公室。办公室的房间原本空间更大，但是后来就改成那个有浴室，所以就比较小。这是我办公室里面的卫浴，这是一个淋浴的，然后这地方都有一些收纳的这样子。我的 office 里面有一个衣柜，这地方还会再改一下，就是还会再加那个栏杆可以挂衣服的，然后会再增加一些更多的隔层，所以可以放更多东西可以收纳。另外一个房间在另外这一边，这边有另外一个厕所，这边是有浴缸的，然后一样的镜子跟一样的这个收纳柜。然后另外这个房间呢是我们的主卧室衣柜，现在那个门还没装上去，因为原本装的门是直接这样开的，就觉得不是很好，我们就请他们帮我们改成那个bifold， 就是可以折叠的那种门，打开的时候比较不会占到这边的空间。就大概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搬进来的新家。It's a hard thing。Your soul will stay hollow、Even if I know that nothing lasts forever, it's not easy to let go.
All the things I